游戏里面我们有用不完的弹药，那为什么在现实当中突击步枪的弹匣里却通常只能装上30发子弹呢？哎，它就不能多装点吗？它为什么非要是个整数呢？哎，实际上啊，在过去弹匣容量可是要随意得多啊，比如苏联的波波沙，嘿，咱可以用上弹鼓嘛，一次装上71发子弹带来双份的快乐。比如德国那只非常著名的 MP40，下面插着的也是一个装了32发子弹的弹匣，哎，它不是整数哦。还比如这支经典步枪 M16，早期用的直弹匣呢，这只能装下20发子弹，真的是有点自信过头了。所以你看到问题没有啊？想要多带子弹，但又不想趴不下去呢？你要么得上弹鼓，要么得容忍这种奇葩的快弯成了一个圈的弹匣了。可他们又都不靠谱，还又笨又重嘛。那直接减负成20发，哎，可你用的又是现代的自动武器，扳机一扣就要准备换弹匣了，哪一个士兵能够扛得住呢？所以30发左右的弹匣容量是妥协之后较为平衡的结果了。哎，但为什么不左也不右就正好是30呢？很简单啊，因为它是10或者5的倍数嘛。既方便能够快速算出弹匣里面还剩了几发子弹，也方便用弹夹来给弹匣装子弹。这个是弹夹，它通常夹着的都是10发子弹了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遗漏的，你就来帮我补充一下吧。